老到台湾叫是老教，哈哈哈。国语叫做鸟鸟鸟鸟，再去吼飞来飞去叫做老教啊，破鸟。外国来的叫做外来的鸟种，以外吼也可以。有时讲吼，就是经过台湾，但是伊毋是要到台湾，伊是要过去，过到南平啊。即摆你一只哪无啊？你有办法？你讲咩啊？韩国都办，都大只。你来讲迄落啦。姓吴啊？你讲大陆啦？你们哪讲啥？我只我都知。你讲啥？我拢懂。啊，韩国都办。我较干输阿亮安尼。我较早是比阿亮较敖，阿人阿亮开始去食了，比较多敖。哦，伊也是夜路啦，伊咧整只，伊老袂简单吼，又拢插只，啊个直接食起。伊即摆物种等于拢咧整伊咧只。啊，所以吼，即种甲台湾当作一个踏脚石，飞了，伊毋是要到台湾生活，伊要搁向南飞。伊迄种鸟吼，叫做过境鸟。过咱这个境去叫，上出名就是咱十月的时阵，伫咱的屏东有足侪鹰啊。哦，迄大只的。吼，鹰啊，哦，几啊百只。安尼高山啊啥？几啊百只吼，啊，几啊百人去看，去翕。很多人去。嗯，好啦，啊，你快去啊。阿亮啊，吼，你应该爱。哦，你啊，招阿亮，阿亮啊，迄招啊吼，即摆要来。冰冻哦，啊，就无偌远，无咱来好，好赶去就行。哦，你唔免急，嘿，就讲这白。哎，伊就对你好啊，哈。你讲啊，讲就鸟啊，伊总爱跟你。啊，你下个讲吼，啊，咱早顿来坐车，啊，顿落来去，你后背床，我后背车。免，无心听解听，你就讲就鸟，伊当就知。哦，这个是过境鸟，哈，过境。佫有一种鸟啊，吼，是无要来台湾。但是唔知咱过咧过去台湾啦，迄只迷鸟啦，迷途啦，哎，去送着落去，上出名啊！佮再一只西伯利亚，只白鹤，哦，迄只带500几斤，尾下伊就大只，伊就看到看，伊就飞咧走啊！哦，咱迄个一种戴胜吼，你若听有英文个鸟。啊，结果咧，伫咱新庄啊，说叫，伊讲咧，远啊有啦，哦，阿玲啊，阿你着去，拜神，哈哈哈哈哈，哦，阿玲啊，足好，伊拢知影啥物鸟啊，对。啊，足好，啊，搁知影，鸟啊，鸟啊。你来，你等。好，啊，咱咧大概吼，世界鸟安尼知影啦吼，咱先来看一下影片个介绍来。